程玉上仙，不好了！院中突然有几只恶灵出现，我等捉拿不住，还请上仙前去看看。仙师府中怎么会有恶灵？这，属下也不知。程玉失陪，林谷主稍作休息。 谷主当真要留在鹿台山？之前攒下的解药被雪三月盗走，研制无法进行。此次救出顺德，立下大功，我要抓住这次机会，找出解药。谷主的意思是，要去仙师府偷药？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危险不是现在才有的，我们没得选。那司雨能为谷主做什么？帮我找些恶灵来。 现实到底会将解药藏在哪里？难道是我太过紧张，出现幻觉？ 林谷主，奥兄见过仙师。我也喜欢下棋，看到残局，按耐不住多看了一眼，不小心打翻棋子，还请仙师恕罪。 既有兴趣，我们对弈一局。好，少主，你一定要给我一言做主。行了，快起来吧。多谢少主。我会和长御世子说一声，你回来接着做我的侍女吧。多谢少主，多谢少主。少主，
我觉得纪云和有些不对劲，他明明只是个囚犯，世子却常常去探望他，一点也没有要折磨他的样子。长义世子说了，他自有打算。可是威严总觉得有些古怪啊。还有今日我看到他用了虎火。虎火？是。你看走眼了吧，玉灵师怎么会用虎火？我看得一清二楚，而且他用的还是红色的虎火，威严从未见过。你看到什么？都一五一十跟我说清楚。